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亲子之旅，青海湖泊、隐秘山林、传奇古镇、奇幻乐园，每次驻足是好奇未知的远方，每一站停靠都写满了爱与成长。今天，他们将抵达最后一站。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耶，好玩啊！你看，我们跟风车很近。你看飞机呀、啊，你看。Hello， 耶！球。不可思议的妈妈，不可思议的妈妈。到了，下车了。哇，有音乐。我一听到这个音乐，我就想起谢娜了。她怎么讲？哇哇哇！谢娜最爱就是跳这种舞。阿婆叔叔啊，王冠东叔叔。妈妈可以的，妈妈还可以在上面绕转一个圈。喂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表演，太好看了。哇，来了，谢谢老豆豆，谢谢，是吧？双手接，这是祝福，代表了最美好的祝福。7-0，7-0！ 哇，欢迎大家来到惠登西的大草原白马部落啊！大家在大草原本次环节呢，是要给牛犊找妈妈。哦，那我们要去找小牛的妈妈了，好不好？那大家跟我来。好，我们跟着。咱们跟着胖叔叔。胖叔叔，来走。他的肚子好大啊，还有好多小 baby。好多小 baby 啊。都装不下了。哇，小牛哎，可爱的小牛。这就是我们失去妈妈的小牛哦，啊，就是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呢，是要帮助我们的小牛找到营养配餐。哦，所以去问了这个哥哥，姐姐往那边走，我就不去了，因为那个任务是你们应该去做的。因为之前他们就是什么地方都要念住我，然后什么地方他们都要我鼓励啊、推啊，这样就是第一次在那个海南的时候，姐姐就不停地说你跟着我，你陪我去什么的。但今天他已经可以自己去独立的去做，真的是孩子有吸收东西，然后孩子也成长。怎么可能背得上啊？你可不可以？你要我帮你啊？对。望庐山瀑布。来。望庐山瀑布。望庐山瀑布。日照香炉生紫烟。大声点。日照香炉生紫烟。日照香炉生紫烟。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好，整体背一遍。啊！不要，我求你！怎么可能背得上啊？你让我们过行不行啊？好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看哥哥多好，像妈妈一样。谢谢。就这样子是吗？你说个，我们一起说个金句。一口 QQ 心，成长全搞定。好啦，谢谢你呀、啊，弟弟。谢谢。我可以亲你一个吗？你这么可爱，你好可爱呀、啊，你好可爱呀、啊。谢谢哥哥。哎。他没义气啊，就这样走了哈、啊。谢谢。你这个没义气的小孩。是送给汤圆姐姐的。哦，你看，那你在这等汤圆姐姐好吗？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向日葵。Bingo！ 豌豆射手。
猜对了。啊耶！你们找着了吗？我找到，在那。在那，你已经找到了，好不好？在这儿。啊，你是找到了你的那个在那儿吗？我找到你那个。你找到我们的了，真的。那个，谢谢，谢谢。姐姐是比较一个内敛的一个女孩嘛，她经常都是要我推她一下，其实她可以的，但是因为这次她自己也知道是最后一次了，所以我说你要好好的珍惜，可能因为这样子吧，还有就是跟所有小朋友已经熟络了，很熟悉了，所以她就很放胆的就去帮助每一个人，把她自己姐姐的那种应有的那种态度都可以表现出来了。嗯哼，姐姐，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我们来帮你。这个是不是我们的？不是啊。不是吗？嗯，可我看起来是一样的。怎么样？是这个吧？是送给汤圆姐姐的。送给汤圆姐姐？我是汤圆姐姐。不用重，不用重视的吗？她是汤圆姐姐，那送给你了，谢谢。不行，她说不行。石头剪刀布，玩扇子才。你叫他做那些事情才可以给你的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、啊。你输了。我赢了。啊，是吧？你赢了，好吧，那继续。妈妈。那继续继续。啊、那我赢了就得给你喽。啊？你赢了是给他呀？谢谢。这游戏规则好特别啊。完成了没？要不要一起跳啊，依莱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的草也得到了。没啦，没了。成长全搞定。恭喜你们完成了这一项任务，我要发给你们的是这一次任务的线索。好的，哇，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牛妈妈吧，妈妈，应该是牛妈妈的样子吧？你们完成的任务非常棒，我要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哇！哇，你们看那边，那边，哇，好酷啊！来，给准备了一份原生 DHA 奶。哇，这有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不一样的。慢点。啊，好成长！你们完成的任务很辛苦，所以呢，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我们蒙古族的特色的午餐。OK， 好，来午餐，谢谢，走了，吃午饭了。